Hello， 好，今天那个姚勋哥准备这么多，好，姚勋哥再麻烦你了，比 Corey 还多，你不要跟我讲你现在有空单，没有，当然没有，好，我干净的账户，干净的账户，不要再有空单了，看我不知道怎么做，现在44分25，你在55分随便点，嗯，好，往上点哦。好，往上点。啊，48分，40，50的。好啊，赶快点，随便乱点，点了吗？点了。这怎么我？你是往上吗？不是吗？不是。嗯，有没有闪电下单？有啊，这是闪电下单啊。不是啦，你知道我都看100档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怎么下？啊，这就是点用点了就可以下，还是你要？我想太阳这边啊，对了对了对，啊你按两口啦，对啊，好，不要按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然后损益在哪里？这边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我们做多了两口小台 ，OK， 我们先算一下这个多少钱，好，算好了，好，我来算，哦，我今天给你那么多钱做，对啊，快5万呢。5万，快5万，赶快收回来！我现在我5万，对，这边快到快5万，收钱，没事，反正我们赚钱就完全不需要那5万了、啊。开玩笑，对啊，我是台子当中第二人哎，对啊，而且第一人已经不在了，对啊，然后另外一个还没出生呢、啊，对，哎、欸，我们看我们的软体啊，好啦，那。已经开盘做多了嘛？对，刚刚手忙脚乱。对，没错。没有，我的习惯是上下的萤幕，然后拉100档。嗯，因为有时候，因为现在有时候会那个 face market。嗯 ，face market 就是它跳动的很快。嗯，啊，这是我的交易习惯，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做期货的话，还是这样做会比较好。嗯、然后一定要有新闻。嗯。譬如说现在很安静、我就不知道，说现在的市场的状况是什么？对啊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好，那没关系啊。我们现在很简单嘛，你先弄一个出价停损。我们刚开盘是买在哪里？21882。那我们减100点，就是21782。好了，我们停损就21782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等收钱。嗯。好，没问题。昨天我们讲要高过高嘛？对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记历史高在哪？昨高是917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过了917的时候，只要价格一停顿，我们就走。嗯，好。那我们看分 K 好了。啊，这个30分 K 不用讲了，现在就是多头了。正价差这么大，比较麻烦，就是说它会涨的会比较慢。嗯，所以你买的还蛮好的、欸嗯，因为我们手忙脚乱，所以买到不错的价格。嗯嗯嗯。如果开盘价一开的话，我们应该是买在，892啊，实际上对，像我都是55秒的时候，8:4455秒就开始点，没有啦，点一口而已，就开始点。我想说这些很少。开盘 all in 的，但是我以前开盘会 all in，、在2014、2015的时候，就是过去历史就不讲，开盘 all in 就是跟他赌输赢啊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压力太大，就是不要这样做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等停损或是等停利，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就看现货怎么开，好了，就这样，等现货开吧。等于说现在就是一开盘就是先有个底单在里面，然后再看说它今天的情况去可能适时的加减嘛。对，所以我赚钱都来自于加嘛。嗯哦，一口单你赚什么？所以只要是我们的盘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找机会加嘛。那今天不能加嘛？我的盘是昨天或是礼拜五超 OK 了、那今天我们就赌它会震荡。今天的预估量的确是蛮少了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的新的功能嘛，大盘的预估量。你看啊、它
其实到九点十五分的预估量才是比较精确的。嗯，那待会儿你既然你两口单嘛，嗯，你在九一七的时候，嗯，就可以出，先出一口。好，哎，好。等一下，准备出了。哦，哎，真的哎，往上吧。九点半出，你过高先出一口，嗯，然后九点半再出一口，九点啊，好，九点半吧。好，哦。哦，那个掉出那个就做到了嘛。嗯。哦。对，所以。我靠，啊，怎么没单了？哎，我刚才出一口呢。一个三一，嗯，你还要挂三一哦，好好好好好，结束啊啊，表演结束，好好 ，see you， 拜。Bye